个被拆装也要用了两三分钟。Oh my god！我为什么要拔麦呀？导航怎么歪了？我导航怎么？卤味看起来也太难吃了吧！绿色招牌的食物到底是怎样？素食、薯条、花枝圈、花枝咸猪鸡，花枝圈是素的，素食咸猪鸡耶！哇，吃现在吃素的人那么多了。是那么发达，啊，这个夕阳好亮，亮到我的眼睛看不到啊。现在夕阳是一天中最美的时刻，可是看不到云呢。今天是万里无云的天气了。后面有没有固定？什么意思？固定什么？啊，你说这个没有哎。差点喷出去啊！我手机。
是不是没叫？到底是待转区吗？我在新时代附近。我有机车驾照、汽车驾照、美容驾照、美发，美容执照、美发执照，还有一个什么，中字快打执照，还有好像没了。还有那个小时候国小那个成绩进步奖状，还有那个没了吧，国小还有国中高中的毕业证书，然后大学的毕业，大学没有毕业证书。一个美丽的职位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当学艺的人都很漂亮。啊，我有打灯啊！我都有打灯啊。学艺鼓掌可以不上课？哎，好像有这回事。哎，就是都是在做东西，申请不上课。谁要当卫生股长啊？每一年卫生股长都被嫌弃，说我不要再当了，不要再投给我了，干你的，不要投给我了，这样。我们班卫生股长不是都要负责分配厕所？这还讲结婚证书？红绿灯那么久，这是热门地段是不是啊？几只毛车那边，哎，他左转啊，不能右转吗？怎么有红绿灯啊？这红绿灯有好多哎，我天哪！前面被围起来了，要开拓了。这里空地的确是多啦，要开拓一下。五点要干嘛？五点要到新时代，应该来得及。我这台好像20年了吧？哇，红绿灯99秒，这是什么鬼数字啊？直走就到了，不能你说我去闯？哎，他有开一个小洞是要给我过的吗？不是啊，前面已经塞起来了，好不好？前面根本没路，直进你个头啊！